韩韶希拥有超高颜值的美貌，成为新一代的韩流女神。她也深受业界喜爱，许多品牌纷纷找上门邀请担任代言人。近日韩韶希分享了最新拍摄的时尚大片，只见她身穿黑色成套西装，脚踩黑色尖头高跟鞋，呈现一派女神姿态。除了被粉丝赞爆之外，网友也开始猜测这是哪一家精品服饰。不过后来发现，原来韩韶希身穿的品牌是来自菲律宾的平价服饰品牌，服装风格非常多元，绝大多数的单品都台币千元有找，价格相当亲民。而韩韶希全是起平价服饰，也是满满高级感，吸引众多粉丝都想入手了。